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交通信号的分类。交通信号呢，一般分为五类。这五类呢，指的是指挥灯信号、车道灯信号、人行横道灯信号、交通指挥棒信号，还有手势信号。各种信号的作用呢，大家记一下。一、指挥灯信号，看一下书上有一个图片啊，这个是绿灯亮时，准许车辆、行人通行，但转弯的车辆呢，不能妨碍直行的车辆和被放行的行人。黄灯亮的时候呢，不许车辆、行人通行，但已经越过停车线的车辆和进入人行横道的行人可以继续通行。红灯亮的时候，不准车辆和行人通行。绿色箭头灯亮时呢，准许车辆按箭头呢所指的方向通行。黄灯呢闪烁时，车辆行人呢，都必须确保安全的原则下进行通行。右转弯的车辆啊，和 T 型路口，右边无横道的直行车辆，遇到黄灯、红灯亮时，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和被行人通行的情况下，也可以通行。车道灯信号目前呢，在本市还尚未设置啊。大家往下看一下人行横道信号灯。这种信号呢，是专供行人过马路时候使用的一种信号哈。有行人通过时呢，这个机动车呀，哎呦，表姐受不了了这个，哎呦，这您知道啊，我打小上学我就坐不住，现在加一更字，我得跟您这睡会儿。成啊，你不好好学交规，哪通过考试啊？哎，表姐，这考试它也得有个范围吧？啊，哎，干脆您把这重点啊给我画上，我回去自学去，到考试的时候我再来啊。我告诉你，国庆，学交规可不光为了考试，你说你当司机不懂得交通规则怎么成啊？甭管考哪条，不考哪条，你全得会。到哪来的？回哪去？您可够狠的，这咱们还亲戚呢啊！这往后您说我怎么上我们家去啊您？
什么时候了？第二堂课都上了。啊，我没迟到，我上厕所了。哈，一天上几回厕所？一会儿好几趟，我都认识你了。不是，那什么，我下回注意还不成吗？哎，哎，哎哎啊！我也下回注意啊。慢着，怎么了？我怎么看你眼熟啊？啊？就是以车辆、行人通行或者停止通行的一种法定信息，啊，这是道路交通管理的第二章。交通信号分为五类，即指挥灯信号、车道灯信号、人行横道。哎，你啊，我怎么了？叫你边上那位行行。行，看你了，您先行，来，广丰制衣厂总经理兼厂长，企业法人代表贾有为。贾有为，哎，不记得跟你们交警有过什么业务联系呀？哦，你是贾有为是吧？啊，去年在机场路闯了红灯就跑，被吊销驾驶执照的那位，就是你吧？对对，是。行，太辛苦了，哥！广告拍完了，喊什么喊什么呀？还怕别人不知道啊？没拍完呢，您还得去。没关系，讲到哪儿了？重点要点啊，我都帮你画下来，明儿我帮你背啊。你呀，先管好你自己吧啊！哎哎，这一脚趾头，我跟你说。费劲啊！越听啊，什么越糊涂。你越听啊，越他妈记不住。比他妈脱皮还累。哎，过两天就考试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这还不好办。到时候挨一学习好的，把脖子伸长点，全有了。那我。我挨着你，你挨着他，他不如你呢。如不如我是不管啊，反正我能过。不信，咱走着瞧。哟，那你认识这里谁啊？我认识谁？我表姐夫是这儿教练，我表姐是这儿主任，县官县管全齐。哎呦，那说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着就能顺顺当当把本给拿下来？来，抽根烟，抽根烟。听说这个当个好教练啊，比什么都强。啊，这么着吧，我跟你得了，你上哪车我上哪车。别抽我的，来抽我。你抽他妈什么破烟？哎呦，这烟不错啊。
试，试试。啊？哎呦，我这份担心呢。我这背台词脑子用着你担心啊？哎，蒙着了，两道题，这肯定过了。这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。这个交规啊，考完了是吧？马上就要分车了，最好啊，咱们分到一个车上，这样、啊、互相啊有个照应，是吧？谁照应谁呀、啊？当时我照应，你照顾我。对呀、啊。我知道，我给你抽一会儿砖。警察同志，啊，您看这题我会，我就是。我字儿不会写，要不咱们再过一堂口试，自愿结合呢更好。哎，你们说的是不是分教练车的事啊？哎，嗯，随意性很强的。哎，一个教练先站出来，按名单念八个人的名字，念到谁就是谁，按顺序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祝贺大家顺利通过交规考试。祝贺大家顺利通过交规考试。哎呀，进入下一个单元的学习。下面进入下一个单元的学习。开始分车。下面开始分车。分车。先分的是1158。啊，这位是陶进陶教练。念到名字的啊就跟他走了。王少华。哎，到。李金钊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张军到，武卫东这儿了，金淑慧到，梁岩有，陈克丹还差一个啊，这个加油啊，加油国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是是，咱俩说好了，死了一个车上啊。也不是你跟我学车，也不是我跟你学车，干嘛非往一块凑？你瞧，这位是曾国立曾教练，车号是1194。哎呦，曾教练车，念到名字呢，就跟他走了啊。李国庆，哎呦，来了您呢。马德胜到，郑征哎在这里，周小红到，贾有为叫你呢，这个林诗诗。哎呦，到来了。嗯，哎，这个林诗诗不是女的吗？嗯。同学们，咱们来认识一下哈。根据我的经验呢，一会儿得排座次，从老大到老八，以后练车嘞，就按这个顺序。哦。那什么，那这个谁要当老二呢，就从我这儿往后排啊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从老大到老八是个年龄顺序哦，从大这个到小排行。那咱就不能改革一回啊？这也得说实话吧啊，咱别人不做暗示，曾教练那是你们教练，那是我姐夫，我是他呢亲上加亲小舅子。哥几个有什么疑难问题找我啊，我给哥几个是吧传句话，谁让我是你们老大呢是吧，谁装大个的呢，嗯，那什么姐要是我啊，哎，你是谁叫什么叫什么，我姓什么叫什么他不知道，那什么姐夫我有名字没有，有就说，没有现起一个。那什么有李国庆，没忘就好。哎，你们俩谁大？我今年35。我34岁。
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咱们车老大。哎，你老二。哎，是喽。你们俩呢？我今年26岁。我跟他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呀？痛快点，到底多大？我比他大。哎，其实我也大不了多少。老 老四，哎，你，我都半天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哼，那什么，我25。那是1970年生的，也是25。我1月1日生人。我，那下一月。把我来了，记住了。嗯，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咱们班本来是8个学员，一个出国了，一个住院了。眼下，咱们班就你们这6块料了。那姐夫，咱往下该干什么了？你叫我什么？你们该叫我什么？教练。教练。教练。你呢？跟别人不一样是吧？叫什么？该叫我什么？哦，教练，曾教练。哎，差不多这。你这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明白了。啊，当着外人，咱们就是那师徒关系，好办事儿，对吧？那没外人的时候呢？没外人，您就是我表姐，不是亲姐夫啊。我看你明白不了了。哎，你还怕他们生气？雅气，活该！现在谁不知道认识熟人好办事儿、啊？把嘴闭上！就因为认识你，知道你怎么回事，所以我才警告你。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，要敢偷奸耍滑、惹是生非的，绝饶不了你。我就知道 WC。 什么？那是厕所。哎，那个啊，这个是法拉利。哦，漂亮。哦啊，哎，就是教练长，你说什么呀？这么半天。哎，你翻过来，不许穿裙子的事儿。哎，你看这个是端。阿、哦、六，啊，哎，你们大家伙都听着点啊！教练让我跟你们传达一下，不论是谁，不论春夏秋冬，到这来学车就不许穿裙子。嗯，谁穿了谁下去啊？嗯，谁穿裙子了？我没有想穿裙子呀。不是，你听着呢。什么教练啊？这是好话都不会好说啊！你说这教练是有点摸不透啊，一脑门子官司，凡人不理。这样做生意，我早跟他拜拜了。带你让我上这驾校来，我就说了，要想拿本本，就得和教练搞好关系。对对，咱不就是想学车吗？想学车，哎，就得跟教练搞好关系，咱管他教练什么人性呢、啊、嗯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的有点道理啊。嗯，就没错。又是什么样的、啊、这是？哎呦，哎呦，模拟教室，您找一位置坐一吧。上这边来。嗯，是坐哪儿都行是吧？坐一吧。哎，这比你按那拖拉机棒多了吧？对，那是。上车之前先上模拟课，今天上第一课，把耳机戴上。哎，我说你一上课抱着迷大壶干什么？让我教你喝白开水啊？给您沏点茶。哎，坐下。本来心眼就不多，用正事儿好不好？哎，就是，你说你这脑子用的正地儿上好不好啊？教练，您消消气，抽根烟。反正不抽外烟。哦，国营有啊，红塔山、玉溪、中华，我给您弄一箱去。少来这套，回座去。哎，
哎，教练，你等会儿，跟您说点事儿，是好事儿。嗯，我认识一朋友是导演，正在呢找一个小男孩准备要上镜头。听说您小孩又聪明又漂亮的，要不要试试啊？我还可以先教教他。还是我先教你吧，过来。哼，不识好。你看我像童星他爸吗？没文化。我看啊，金教练有点像迫害狂系人格。我都不敢正眼看他。就是，嗯，是最倒霉的还是我？两把没打过去，就挨一改锥棒。瞧这脖梗子上，不轻也得死。你不是他亲上加亲的小舅子吗？啊？你叫谁呀？你挨个啥？不是表姐，不是我的亲姐呀、啊！您说这北京学车热啊，北京那么多驾校，我干嘛飞上这儿来啊？不就是投亲戚靠朋友吗？啊，切！哎，您说，我姐夫啊，不改曾教练了，他干嘛对我那么厉害呀、啊？啊，我想起来我跟你说，我只想大哭一场啊！我想哭就哭，别憋坏了。哭完了，该干嘛干嘛。啊？哼，我明白了，你们两口子是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啊，这个公私分明是吧？跟这说话不方便，没关系啊，咱家解决去啊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我现在单住。哎，有点意思，又弄一套房，都占着。我结婚可还没房呢。告诉你也没关系，反正你早晚也得知道。我和曾国立上月刚办完协议离婚。离婚？别逗了，你也蒙我。结果能拿这么大的事跟你开玩笑啊？是怎么着？真离婚了？哎，不是，离婚这么大事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啊？这个，哎，就是，嘿，你还笑你不是？哎，你跟他离婚不要紧啊？他不拿我身上撒气啊？你，哎呦喂，我哎我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我这他妈有病啊！哎，你说，哎。我这等于往火坑里跳啊！啊，你说我这招谁惹谁了啊？这小鸡崽子给黄鼠狼拜年，我嘿，哎呦喂，我给嘿。哎，怎么这儿坐着呢？我怎么瞧你面熟啊？俺们张主任是你表姐是吧？怎么了这是？犯到曾国立手里了？啊？曾教练可是我们这块大红人。不成，我他妈得换教练，要不这他妈小鞋一只比一只紧。换车？不成。理由不成立。姐，眼看我落火坑您不管，我自个儿救自个儿还不成吗？我跟人陶教练都说好了，您一点头就成。哎呀，金峰驾校没有随便换车的规矩。我跟曾国立离婚呢是因为我们感情不和，他当教练还是称职的，绝不至于跟你小揭穿。哎，姐，我可我把话都放出去了，这怎么好意思收回来？我送你回去。姐，那什么，我跟那姓曾的闹翻了，我回去他也不会要我。真的，姐，您说这么点事，真的，您点个头啊，您姐点个头。行，我接你来了，教练，
姐，我那什么，教练，您就拿我当个屁，您给我放了得了。李国庆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公事私事不要一块掺。换车没门，今儿我明告诉你，要么退学，要么回我们车当老五，你去不去？表姐，我叫我也没用，跟教练回车吧。走。不是，你们真离婚假离婚的？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？这都什么呀？谁背得了啊？回我帮你背啊，试试。一会儿我请你上外边吃，这儿的东西没法吃。我还就好照了这口。你看你还不。咱们就坐这儿吧，我看这儿还干净点。哎，来来，菜单子。吃什么呀？看看啊。来您看着哪个好啊？您再点一个，尝这个。咋的？吃。这虾不错，有点意思，虾不错，哎，老板娘，哎，过来。知道教练为什么老绷着脸吗？是这儿的事儿。哎，今晚饭谁也不许走啊！就在旁边那小饭馆。哎，对，咱也跟158号学。请个搓一顿不完了吗？对。三姐，我可没钱，咱们呀也就算是花钱免灾了啊。对，省得他一天老那样。对，花钱免灾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哎呦，这鸡贼呀，这是能花多少钱呢？老大，我今儿我这没带多少。带多少？大哥，没有冰镇的吧？听说你们这虾有点意思。别的呀，大哥，这得掏。行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哎呀，这儿有名的菜全点齐了啊，你就别管了。去吧。咱们就先要这么多吧，啊，不够再说。哎呦，好凉啊！来了，进来。哎，真来了。来了，金教练，您请坐。今儿没别的意思，咱们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啊。平时上课呢，也闹不着说话的机会，边吃边聊。对，见面礼，百事礼。张维哲，对不起了，晚饭我得回家吃，儿子等着呢。哎，邓教练，我预备这么多，这不都糟蹋了吗？真不给面啊！哎呦，我拍马屁拍到马脚上了。不是，这是嫌咱庙小啊！啊，明摆着挤着咱们进城，上三刀一府吃生猛海鲜的这个，肯定得花多少钱呢？这是那个咋地办了？这又得花多少钱呢？这那生猛海鲜得花多少钱了？那这些菜了？你说他妈这叫什么事儿？他不吃，咱们自己吃。对，不吃白不吃，吃了也真不白吃。行啊，就吃呗。我看啊，我们实行一回 AA 制。什么叫 AA 制了？就是自己付自己的钱。等，我吃这个土豆丝啊。这多少钱？快走！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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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真是！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哎，这一上车啊，教练他就凶了。只要你出一点点错误，不得了。哎，骂还是轻的，动手打也是有的。他这么一教练，真是咱们倒了霉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哥几个就得抱成团跟他干。来，嗯，对，嗯。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他来了，快点！通知一声啊，星期天中午上我们家吃饭，去不来请假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？他这是？这还不明细啊？他这等不及了，让咱们哥俩给他们送礼去啊！真的？这也忒过了吧！这种人也配当教练呢？走走走，上校领导那告他去。哎，我身为老大，是吗？啊，我得替你们考虑的周到点。告下来了，换人换车。换呀。告不下来，怎么办？啊？哎，死不得死不得呀！这要告不下来，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这个我有经验呢。哎，不，不，怎么着？去。去不去啊？不不不，去呀、啊！还别空手啊！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哎，对，谁让他姓曾的吃这个了，咱就拿食喂他。嗯，哄顺了他，大伙儿的都好过。谁让他们咱为这本来的呢？因为那好吧，行吗？啊、我去，你说呢？可以去。咋的呀？哎，这大礼拜天的还得去教练家送礼呀、啊？啊，是不是咱学车的都这规矩？嘿嘿，我想了，这钱呢，咱不能不花。哎，你想想，六个人六份礼，能另眼待见谁呀、啊？能专门待见我马大胜吗？哎，那你打算咋着呀？单练，我打听了，教练就住离驾校不远的宿舍。哎，老乡，曾教练住哪儿啊？曾教练啊啊哦、啊，那边十号。嗯、啊，哎，谢谢您了。曾教练在家吗？嗯，我出去，我爸把我锁家里了。哦，嘿，这东西，这我就那我东西我就给他放门口了啊！哎，这是一只鸡，这还一只鸭子，这鸡蛋，哎，看见吗？鸡蛋还有一筐菜，我你就说是老二啊，给他我写下来吧，我嗯。鸡蛋一篮，
不太狂。哎啊啊！不、啊，你们干啥来了？哎，你干啥来了？啊、都干啥来了？哎哎，教练，我们吃饭了。我让你们礼拜天来，今儿才礼拜六啊。哎，我们给记错了。坐来了。都进来吧。都进来吧。你们这是购物去了？啊！这是我们给你送的。哎，是给我送的礼对吧？不是。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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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都拿出来啊，我瞧瞧。哎呦，您这是清新一号，都是些好东西啊。可惜我都没看上眼啊。不错，眼下驾校是有人吃请受礼，那是当教练的耻辱。耻辱。老二送的这点菜，哎，我收下了。哎，谢谢。谁让你们提前了一天呢？我也没什么准备。哎，那就，大伙自己动手吧。嗯，哎，老大杀鸡宰鸭，老二洗，哎好，老三切菜，老四炒，哎，老五老六啊，灯灯，淘米烧完买啤酒，啊，哎，愣着呀，啊，都你吧。今儿起咱们约法三章，在我的班上不准请客送礼，不准拖人带话，不准投奸耍滑。哎，谁再来这套，我告诉你，我跟谁急。好。来日方长，对我有意见呢，当面吵。哎，我这人糙，脾气不好，可是有一条啊，保障从我这儿出去的，一个个都是合格驾驶员。吃，吃。我真没见过这样，请客吃饭吧，自个儿做。他那篇自作词啊，也是闻所未闻呢。哎，有为，你说他不收咱们的礼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这小磊有点意思。是有意思啊，他给我的钱呢，比摊上多多了。